劇其實是冇五條啊，水姐、湯兒、Madam 其實真唔係唔好算係，你當係都冇所謂嘅。高玲係張震朗，係啊。我剛才做訪問的時候，他們鎮朗跟我講話，網民覺得是一條感情線，其實都是的，即是感情是無分男女的，有些東西即是跟他都是一種兄弟情來的，所以如果每一種感情能夠即打動到觀眾都 都是一件好事來的。你自己拍那張你想不想搞得很想一些笑位出來？要啊要啊，其實我跟阿朗、我們跟每一位對手其實都都諗咗好多嘢，好希望氹到觀眾笑。咁其實一路都講，其實我自己好中意拍喜劇嘅。咁今次即真係好似喺呢兩個禮拜收到啲觀眾嘅迴響，都覺得大家都覺得有啲幾好笑嘅感覺喎。咁即其實我已經好感恩，好感恩，好多謝大家去即支持我哋嘅劇集啦。咁同埋即嗰陣時我哋拍嘅時候，其實都係戰戰兢兢嘅，即因為究竟。是我哋淨係我哋覺得好笑啊，定係連觀眾都會同我哋入一齊笑咧？咁好似而家好似深刻都大家一齊笑到，咁就已經好好了。